很忙的，他一个人要把整个 band 都完成，而且他不是用卡拉哦，他是现场去踩那些效果器，然后那些效果器会变换很多不一样的声音，他自己弹吉他，自己加和声。来，欢迎你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为什么？我很喜欢你的表演，我觉得你很忙哎。忙是很好事。很好事，你人缘不好是不是？大家都找到一个 band， 然后你就一个人，然后忙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做，不然给你倒三缸哦。没有，因为很主观。哦，音乐是很主观。因为你喜欢自己创作出来所有的东西，你不喜，也许别人不能达到你的想法，对不对？所以自己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而且我都随时都什么时候调什么时候。例如说，你什么时候想就按那个东西，其实就是你那时候想这样做，所以你不能放卡啦，对不对？卡啦是死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随时想要停就停。对 对, 对。如果你今天不停，我们会到十点，对不对？大概。谢谢你停下来。谢谢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一个创作人。我跟你讲，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。他并不是要放卡，因为他做的事情。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，但是他很就他完全靠感觉。OK， 刚才那首歌很棒的一个表演，希望你可以得到很好的名次，谢谢。我能讲意义吗？哎，对，好，好等一下，那大家都不知道啊。你讲意义的时候会停吗？你开始。好，来，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说，大地已经被我们给破坏掉了。OK， 所以。不要继续破坏。我喜欢你，真的，我觉得非常简单，但是我们真的感受到你好厉害哦，他很厉害，对不对 ？OK， 谢谢你，谢谢，希望你可以得到很棒的名次。OK， 好。好